所以你是顺行而行，鲧所做的是逆行而行，他是舜禹所做的是顺行而行，两者基本上所使用的方式其实应该是一样，只是一个先斩后还不奏，一个是得到命令而后执行，这导致了两者的下场会完全不一样。禹宫里面，这个里面当然有了后代的某些的实际的历史上头的一些依据，但是禹宫的本身它包含了很浓重的神话色彩或者传说的东西在里头。从里头的当中发现里面，第一个，你怎么可撒土地呢？那土那么一撒不就被水淹了吗？就立刻就沉到水底下去了。结果他撒了土地的话，土地好像居然可以漂浮在水面，并且土地可以不断的破渣，土与土可以联系在一起，啊，就算你说不是用息壤，你撒了一块土地和土地不会被水给淹没，继续浮在水面，再撒一块土，他们土也还浮在水面，最后的话，水面上的两小块的土，最后就慢慢的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就形成一个小岛，而后小岛的话再撒上去，最后的话就可能会与一片大的土地衔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半岛。好，那你一辈子撒不能停撒吧？好，其实如果用这样子的说法是根本说不通的，因为它完全脱离神话思维。实际上，在禹宫里头有一个情况，过去的那些写经、注解经书的或研究上头的，老子他妈都不知道在干什么。禹宫的前半花了所有的功夫，就在介绍九州，每一州当中的地理位置是大概在什么样子进行。好比说，当他介绍这个徐州这个地方，他告诉你徐州的地点是要以海、大、淮做一个界限，海就是东海，大泰山，淮是南边的淮水，也就是东到东海，西到泰山，南至淮河，这一块地方叫做徐州。啊，如果北到淮河，南东到大海，这一块地方是扬州，所以它是淮海为扬。这一地方的淮是指淮水以北，这里的淮是指淮水以南，北以淮水到淮水，东到旁边的东海，这一块地方就叫做扬州。东到的东海黄海，西到泰山，南最远到淮河的北岸，这一块地方称之为徐州。第一个，他介绍他的地理方位的位置；其次，介绍他在当地的这块土地上的出现的山跟所谓的河，同时评价他的这个土壤基本上和它的肥沃程度达到什么样的情形，决定它的每年所要向政府纳的税收跟量是多少。其次，而后就要谈到它里面的话呢，出产的要贡献给政府的中央政府的那些地方上的什么的特殊的土产，而后最后他会要想到这些贡品土产如何的要经过什么样的管道渡过哪座山，透过哪一条的河运可以运到中央政府所在地。好，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但到了后段，它出现两个状况，
就是谈到大禹治水，他用了这个词为他自己倒山倒河。我当年的话嘛，因为是跟着瞿先生上这些课，虽然心里疑惑嘛，可是也没有敢问，只能承认自己可能脑子不好吧。后来继续的话嘛，这个也还继续是困扰。那么等到后来脑筋稍微学的稍微看了点别的东西，一些书，然后这才自己想通了。导核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将黄任何的一条河流的话嘛，好比台湾的以前台北市干过一件蠢事，就是的话呢，所谓的截弯取直啊，河流可能这么本来弯的，他觉得这样子的时间太浪费，就直接的话把它打穿，成为一条直线，就使得这条河，淡水河也好，基隆河也好，会成为直线流，不需要再这么绕成一道弯。所以的话，河流的走向确确实实可以用人工的方式，虽然要花了很大的力气，可以使得河川改道，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得到。山怎么倒？你刚跟我讲，你不他妈个个都来愚公移山呐、啊？那移他妈一万里移不完的，他怎么可能倒呢？除非他是上帝，或者是他具有神性，所以会倒山。就是，他就把这个山硬生生的往这里。而后把那两块硬生生的磨红，让当中不阻碍那个河流的移动或运行的那个河道航线，它才能导上。导河我们讲过，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接受的范围，但山的走势你怎么导都不行，根本不可能。我们以前总说移山倒海，这是叫移山，移倒山就在移山。移山倒海，那拜托是怎么可能做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一种夸大的神话式的表述方式嘛。OK， 愚公移山就是。所以我跟你讲，他其实里头留下了很多看的，就是很多的纰漏。儒家虽然借尽所能将神话传说的那一些色彩尽量的去掉，但是有些东西终究是不能掩饰的，所以最后就留下了很明显不在正常我们的生活经验理解能力之内的东西。好，所以他说愚公浮屠，那么其实今天你讲的昆仑流沙也不就是愚公浮屠，而这些的东西，他告诉你，到了后来的著名的儒，他们所写的词赋，看到这边他又用这个词赋回来了，啊，所以你天晓得前头的那个写的言辞的那个宋词的词，是不是在传抄过程当中，有的人笨蛋抄错了，天知道，啊，不必无我讲过，不必斤斤计较在这字面上头。这就成为后来著名的那些人他们所写的词赋，没有不，也就是全多双重否定，每个都依序做把离骚这一类作品或者屈原名下的作品当做他模拟的一个对象，以表究竟要讲什么，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外物其实是完全不相干的。仪表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仪表，表的东西其实是标志，外在的一个标识。好比说我们知道的话，我不晓得你们可能至少我还记得以前有个印象本身，因为我自己在那边闯过，就是台北有个很出
出名的地方，或许有些人听过叫碧台，啊，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不大的地方，碧台。那个地方可以游泳，也可以划船，但是它会在墙那个山壁的某个地方会有一个很鲜明的红线，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水深之处了，你不应该过去，啊，或者是说我们在某些的水库里头，它会告诉你，到某一个地方它会画一些线，就是说如果这个水库里的水涨到这样子的高度，达到这样子的深度的时候，那么就应该这要出现警戒线，以至于你们要开始要准备泄洪了，否则再下去水库可能撑不住这个水的压力会炸开，懂这个意思没有？这就是所谓像表，这就是表，就是一个标志，仪就是一个仪器，所以仪器标志，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任何的东西它上头它一定会有刻度，就等于我们现在量身高，到医院里头它第一件事情叫你量身高，啊，量完了身高的时候，啊，它就告诉你你那个身高背后它就会总是会看到啊，这样子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女孩子，有些女孩子的话可能会比较介意自己的体重啊，每天的话站上那个量体重机，那么体重机上头它同样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尺度，当你发现那个针头往这里呢，你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OK， 好，这是一样的啊，所以仪跟表，那就是它真正是意思要说，像任何的仪器，像任何地方它所显现的标志，这些仪器与标志上头都有这些刻度，而这些刻度可以告诉你你自己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有多高，我有多重。因此仪表在这个上头就引申出来，作为我们后来所说的模范表率的意思。所以没有人不会以他所达到的这个高度，达到的这个深度，达到的广度，甚至重量，作为他的标准，作为他你模拟效法的对象，所以莫不拟起仪表，就是以它为你效法的对象。好，这里头有一个词，你们看到我轻轻带过了，哪个词？你们上课有听没？明如的如，我们要讲，切记这个的如，不能按照我们传统的狭隘观念，当作儒家或儒生去说。这里的如，已经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用法。如果一定要用我们后代的词汇来说，那就是一般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高级两字都不要，就是知识分子。很多真正的儒生经常都是经生，就是专门去研究经书的，但是在两汉的时候，以至于后代每一次提到什么儒不儒的时候，不过都只是说他是读书人，而且是读了相当多书的人，就称之为儒生。因此明儒，也就是说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们或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当他们在写作赋的时候，没有哪一个不会以离骚所代表的主词来作为他们写作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以他为一个典范来看自己究竟能够模仿到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是八分像呢，还是只有三分像，是已经达到了屈原的一半的程度呢，高度呢，还是已经几乎与屈原的话呢是不相上下了啊，所以莫不能起体表。因此呢说他可谓离骚这个东西用的是金象玉指，用的非常好，这是改变诗经的原文的话这才出来的。诗经的原文呢是说的金玉其象啊，玉是玉，金象玉指，这才是真正的好话。金跟玉我们都知道古代是代表最珍贵的东西，是比较值钱的珍贵的东西，而玉我们讲过基本上就是石头，所以金象玉指，如果你不用了土一点，他们就是金象石指，而金石这两样东西基本上古代我们也讲过，由于他们视为最为坚固牢靠的东西，往往也就带意味的恒久永恒的意思。他今天告诉你他的心中他的作品具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如果你纯粹从文学美学的角度去看待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外表像只是外貌，所以我们说看相就是看你的外貌，他的外貌如同黄金一般的璀璨，当然其实黄金光没有那么亮了，但是基本上黄金确实是蛮亮的，像黄金的光彩一样，给人的感觉是那般的富丽与堂皇，它的内容实质那么是如于玉一般的珍贵跟那般的纯净高贵，所以常说叫金象玉指。金玉其象在我看那就不是好话，就是它的外貌看起来像珍珠翡翠钻石，像黄金像美玉，那么等到这种话的意思再给人的感觉，它的下文就是外表嘛是像个，这就是意思像个绣花枕头一样的，外表的话嘛绣得漂漂亮亮，里头嘛是一肚子稻草，现在它改变用金象玉指，那就是从内到外是无可挑剔，外面流露出来的文采就像用黄金所铸造出来的一个外貌是一样，那般的显示出它的高贵珍贵有价值跟烁烁发光，你探讨它的阅读它里头的实质内容，它又像玉石一般的坚贞，是那般的有实质的内容跟珍贵，所以叫金象玉指。这样子的东西乃是超越了时代，就算经过了千百年之后，百世无人，基本上的世是指三十年为一世，百世的话那加起来就是再经过了三千年，那当然就知道代表过了啊，并不真的是，就是说它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会为历史的洪流或者是文化习尚的变迁，就是每个时代的口味不同了，它完全经得起这个考验，就算经过了一百代，经过了三千年以后，它仍然是屹立不摇，没有哪一个人能够与它作品可以与它相匹敌的，可以与它并驾齐驱，它永远是无敌无双，是绝对唯一的。等等，到了西汉的宣帝，然后他又说，曾经在那边啊，一个的话呢，直接的口气在那边的话叹气，
感叹，感叹什么呢？认为的话呢，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大体上全部都合乎经书里头的道理，这个书就是道。你看到旁边行，两边合起来就是行走的行，行就是道路的意思，一个十字路口的形象。当中写的那个树，柏树的树，那个字就是中医里头有一种药，也有赤树。这个树纯粹是生符，所以道树、经树、道树为对应，道跟树的意思是一样，经树基本上就是合乎经书的道理，认为他里头所讲的都合乎经书的道理。杨雄在自己每一次的话，自己默默背诵或者是发声朗诵，这个的讽刺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而是背文约讽，就是背一篇文章，这种东西就叫做讽。我怕各位到时候搞不清楚，这是正注说的，这个的背就是这个背，不是一背两背的。好，也就是离骚当然是很熟悉的啊，有的人的话嘛，当然就是将整篇离骚都背下来了。当他自己在背诵离骚的时候，那么的话呢，他一边背诵，他不是像一只鸟一样的或者一个录音机的放音，他在一边背诵的时候一边也想着他自己背诵里头的文字里头流露的意思，而后所以他的速度可能会比较缓慢，而后在当中他在一边的背诵的时候，脑海里这些字句词句经过了他脑海，因此他就在他仔细玩乱味这些离骚里头的词句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叫做讽味。味在这边当然是当动词使用，意思就是说如同我们吃一个东西，我们在那边细嚼慢咽，一点点的品味，这个品尝这道菜的滋味究竟如何。所以啊，我们一般是讲叫万味。听懂的意思没有？味在这边是一个动词，原来的意思是味道，名词。但是我讲过古今汉语有个共同的特性，凡是名词一定兼动词，动词往往也都兼名词的特性，所以它的味道的意思帮助动词来使用，说如同你在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在你咀嚼的过程当中，你逐渐慢慢的品尝或者想法子体会你吃在嘴巴里的这个食物的那个滋味究竟是如何，懂的意思吗？那么今天他来比喻，我们在读一篇作品的时候，我们也在努力的仔细的品尝，像吃东西一样品尝或欣赏这一篇作品里头的它的整个的措辞，它里头这角色的描写的那个方式，以至于它的场景加上我们的想象，在那边反复万味。一般写这个万字，古书里头经常是要写这个字，这个字不能念完，一定要念完。虽然两个字在这个地方的话都是动词啊，好比我们玩一个游戏，我们玩弄一个人，但是放在跟这个词汇合在一起，当做仔细的品尝讲话，自体会这当中的带给你的感受。
这一种模型的时候，一定要练续声第四声望天。那么万又什么意思呢？我们所以说你不要玩弄人的感情，玩弄别人的感情，玩跟弄的意思是到底的同一副词，就是用。那什么叫弄？意思是非常有意思，他要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不大，体积算很小，放在你的手上，东摸摸西搞搞，翻来覆去，这就叫做玩，这就叫做弄，这就叫做弄。从这个字，你就应该可以看到了。底下这是两只手，上头是一个玉。它原始的意思，那就是两只手在反复的磨挫一个小小的玉器。甲文里面，还有到经文，甲文。经常看到用弄来代表的东西，那有的是弄玉，有的是弄鸟，或者弄棋，一类的。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坐到那个地方，伸出两只手，前头有一个东西是玉做的，他在那边打头麻，后来就手越掉了，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万什么意思呢？就是如同我们今天欣赏一个小玩意儿，这就是为什么叫玩意儿。欣赏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体积不大，高在我们现在所能够发现的船高度大概才25厘米左右，一点点，在这个当中反复的把玩，拿着手上东摸摸西搓搓，倒过来看，侧面过来看，这就是一种东西，这叫所谓的弄，也就是玩。所以他说，当杨雄在背诵离骚或者离骚代表的气候整个楚辞里头的文章的时候，他在背诵的过程一边背诵，他不只是为了像应付考试把一个东西的话从头到尾一个字的话很快速的念过，他在背诵过程当中，显然他会一边背诵，一边仔细地体会它里头的词句里头的含义，上下文之间的起承转合，在那边如同咀嚼食物一样的仔细地品尝、体会，这就是万味里面的意思，跟它里面的优点。当他这样子的评论，好，他也会说，他在本诗上头就提，是与《诗经》的小雅，当是一致，体同诗雅。好，然后介绍了古人前头既有的评论，这就如同今天你在向某一个单位申请一个计划的时候。你难免在当中会要碰到一项，就是对于前人既有成果的评述，别人的成果已经讲到了什么，你大概做一个简短的叙述，然后你要说明
他们当中你会要予以评价，他们就是哪些地方讲的你讲到了，哪些地方可能还没有照顾到，以至于相形之下你这一次提出的计划啊，那么才具有某一定的价值。如果不过都是别人积极影响到的，你做一个综合，它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哦，所以他已经评，他已经述完了，而后下面他要评。评的时候他怎么说？四家指的白龙王刘安，而后指的是王毅，再加上汉宣帝，再加上梁雄。好，范文良先生在后头出题也跟各位讲了。汉宣帝的对于主子评价根本搞不清楚，历史上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这段材料。杨雄对于离骚的评价我们也搞不清楚，就是他这个题目诗雅化究竟出处在哪儿，我们今天找不到，因为杨雄的题子留到今天的话早已经残缺得很严重。他说这四家将离骚举起离骚来，就是提起离骚，是将它与金珠白相匹配，举方金比方的方，可是班固孟接我讲过名与字之间它有某种意义上的关联，他是老大，所以他会以孟做排行，兼与固意思是一样的，兼固，所以就是班固他孟接，却认为他不合传，未不合传，认为他不合不经传。啊，各位在这儿要切记啊，方巾的巾跟底下的合传的传，巾传两个字是互文足义，就是四家会提起他抬举他，认为离骚的作品或者屈原名下的作品足以与儒家的巾传相匹配，而班固认为他里头所谈到的内容或者是反映的精神跟宗旨不合乎儒家的经传，不是一个说合经，那么合经被传离传那有什么关系，经究竟离传还要更大。各位要提起这纯粹就是六朝人写文章的问题，就或者说他的特色，他第一个他不愿意重出，第二个他又偏偏要讲究对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经常会把一个词汇给割裂做两半，各取其一，但是理解起来的时候你却需要将它合在一起，互文互相沟通通在一起聊，才完全的充分的足将它的意思给表达出来。而后他说这些人褒贬任生，抑扬过时，这一个话也是写的是实在是褒贬任生。好，同样贬义褒扬，这些东西你已经教过你很多次了，你自己以后要学会。因为以后我跟你讲，你别的老师你在那里说你不大话，跟你会这样子跟你讲，你自己要会。我的老师完全就没怎么跟我讲过，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他抬举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努力去提高他的地位，称许他的时候，肯定他的时候，这就是褒扬。有的人会打压他的地位，有的人会斥责他的缺点，指责他的不是，这就是贬义他。
实际上超过了离骚应有的给他的评价的实际好话，过时就是包过头了，压贬低他也贬低过低了，这就是过时，就是离骚他的真正应该得到的评价的那个真实的情形。你褒奖他的时候也褒奖过头，你指责他有缺陷的时候也指责的过分了，这就是叫过时。这个时就是离骚应有的那个啊，哪个才是应有的状况，底下他就要讲了，就是怎么来评价离骚啊。现在一个最大的麻烦问题就是我底下讲的过时不难讲，什么叫认生？生当然这都是六传虽写文章的时候为了要顾及形式上头的美观整齐，经常会牺牲意思上头的清楚明白明确。他用生实相对一点没有奇怪，卢旭之篇一开头他就讲恒生非实，你要想让你的这个生，我跟你讲过，就是明，明说明与实是否相符。我们常批评到今天还说有的人明实不符啊，有的人他的今天的获得的地位或者在社会上获得的声望是明实相符的。恒生非实，那就是那一段话里头讲很简单，你要想让这个人短暂的七八十年的生命了不起到了一百岁，到后来一滴会消失，而你希望你的名字，希望你的名字，希望你的实际的工作能够像鸟类一样的飞腾起来，超越时间洪流的淘洗，不被时间的洪流给冲刷掉，那你只有著作而已。他里头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啊？这边他又来了，你知道生就是实，所以他在这边用生实相对，就是名实相对，但根本与死无关的，所谓认生跟认名毫无关系了。这个的生其实就是一句话，言说话会没有声音吗？当然要有声音啊，至少在我们一般人了解的说话，我们当然知道某一些人的话呢，由于器官上头的阻碍，使得他的话呢只能用手语啊，那当然是没有声音的。但我们就绝大部分的人而言，说话是一定有声音的。所以，认声的意思就是认言啊。名不相关呐、啊，他今天硬生生的把写作生是为了骈文上头的对仗漂亮，所以用生，而且还特别对应，他不写任名，将腾生非实，他偏偏不说腾名非实，一定要用生于实而不用名于实来对，那就是避俗而救生。今天他说任生过时。
这个的生物根本纯粹，意思表达出清楚，完全与名实之间的那个名字不相干，它只是为了对照上头的漂亮，而后硬生生用了这么一个词“生物”，真正的意思其实就是认认眼，怎么叫认眼？信口开河说话了，任凭自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有时候看到这个余光会给他们六个人气死，就这样子。就是他对于《离骚》以及《离骚》所代表的区别的其他的作品，不论是采取赞赏推崇的态度，或者是采取批评降贬低他的态度的时候，都随着自己的好恶而说话，就这样子。随着自己的好恶，任此底下，他其实还接着动词，接着受词，不是指定言，而是任凭着自己心中的有限或偏颇的观点或好恶来衍生说话。因此，他们的评断，不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都有偏颇。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不是没有看见，不见，就是他们不是没有品鉴，他们并不是没有品鉴，但是他们品鉴的过程太粗糙。就是您可以说，他们不是没有仔细看，但看的还不仔细，还不够真正的仔细，没有达到仔细的最高级，所以他附近精不够精，没有达到精密的程度。你也不能说他没有仔细的换位，就是仔细的品尝，他像品尝一道菜一样，对于他里头的措辞用句、比喻、上下文的承接，你不能说他没有仔细的换位过，但是你常常有时候没有精密的予以考察，这个核就是核子弹的核。好，在这个上我们必须谁本身要提到一定的状况。第一，刘熙在这里讲的话，前头这一段评述，说实话非常糟糕。他糟糕的情形在哪？就是他把整个的对立重新说，现在这边不是喜欢谈什么某某接受史吗？他在这上头对于离骚在这两汉一直到六朝的这个的阶段的东西，因为至少他的话呢，他是在六朝的中期齐的时候，从两汉到宋齐的时候，这一段时候的人对于离骚的看法，他没有自己完整的或正确的表达出来。好，两个人再讲。那么这一段时候，他们一般而言对于屈原以及屈原的作品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看法，大致是什么呢？整体而言是什么呢？我只是用很简单的让他说。他现在说四家居以方今，偏偏汉宣帝讲过的话，我们今天在历史上找不到任何的痕迹。杨雄将他的话认为体同风雅，体同诗雅，《诗经》里的小雅的这部分，对不起，我们也找不到来源。今天我们能够确定的是，
从两汉到六朝的结尾，对于屈原或者屈原的所作所为，正面予以称许的只有三个：第一个淮南王刘安，第二个接续完全照刘安的东西照搬，全盘写进去他的《史记》的虚假列传的《屈原传》的司马迁，这是西汉的两个。第三个，王毅，这个是三个。就是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啊，我已经讲清楚了，汉军帝人他怎么说的话，显然的话刘熙也不至于胡说八道。杨雄怎么说的话，那么如何的认为他的体统失雅，对不起，我相信他也不会胡说八道，只是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对他称许的正面称许，把屈原以及他的作品捧得这么高的只有他。而与此相对的，就是对于他表示微词的几乎是主流。所以各位一定要扭转一个很要紧的观念啊，因为我不客气讲，今天就算是讲楚辞的人，他也从来没有仔细的去好好的研究过，因为我花了功夫，所以我想几乎都有微词，都不以为然。这个的不以为然，主要的根据一般不会代表。班固基本上和你所要强调的，就是一个人要明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个概念是两汉到六朝人共同接受的生活态度。就是一个人处事的时候要够智慧，讲得难听要够世故，来保全自己。记住古人没有个人主义啊，所以别人什么为情来的话，什么什么自个人解放自由的嘛，全在放屁啊。从龙少祖开始都在放屁，贺昌群那些人嘛都在胡说八道。除了保全自己，更要讲的自己与家族是分不开的，同时就保全了自己的家族。因为古代向来大家都知道有连坐啊，连坐听得懂这意思吧？我一个朱某人犯罪，他妈的我一家大小连我的猫跟狗他妈都杀光。所以保全自己同时就是保全家族，这个是两岸以来的惯普遍的呀，普遍态度。那下头一个问题就会来了，那不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些人都不算是不够忠君吗？对，没错，西汉时候的人就已经自己就能讲出来了，大家都以保家为念，不会为了君王去做那种殉国殉君的举动，不会。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自己家族利益，而后看的形势，如果今天君王得势往君王身边靠，如果今天君王示威权臣得势，而后西光瓦大变天就往权臣那边去巴结，就是一个态度。到六朝的时候，就南朝的时候越发的严重。所以你会看到在南朝的时候，朝代的君王王室不断的在换，好官我继续在做，管你是谁，
正因为如此，所以南史北史又开了一个汉书这个先例，因此违反一般传统的做法，他会以家族为单位成为一篇篇的传，就让你看出来有的家族是从刘宋时候一直做到陈朝，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孙子接续，有的是儿子而后到侄孙接续，有的是儿子的话或侄子接续而后到侄孙，而后到再侄孙而后接续。这就是他主要的问题在这儿。好，这一点这是我必须先要跟各位讲明白的。第二个，如果就他所举的例啊，我们也可以说他只拣选了他要用的，而没有完全的全面反映实际的状况。举的例子就是杨雄的例子。不错，杨雄可能曾经称许过以离骚所代表的屈原的作品，它在本质体上头是与诗经的小雅是一致的同，但是今天明文记载的是杨雄特别写的一篇反离骚，因为你在汉书杨雄传第一篇看到的就是反离骚。嗯，他不赞成离骚，所以他特别写反离骚。你为什么不举这个呢？你偏偏只说他讲杨雄认为的话，离骚的话呢？好的部位呢，好的地方呢，以至于构成次家，好像班固的话呢是一个人唯一的话能唱反调的，不是，班固只是代表了当时的普遍士大夫的新生儿，杨雄就不以为然。杨雄地位的，杨雄是西汉末期的人，西汉初期的人一个人大家都知道贾谊，这个人尤其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在于史记里头把屈原跟贾谊合在一起成为屈贾列传，第一个对于屈原提出不敢苟同意见的就是贾谊，他写了一篇重要的吊屈原文，形成了调这种文体前所未有的一个心理准备不同。调本来的意思是安徽，但是到了这蒋一的手上，他开创出来的新的一套调的做法。调当中经常要出现，必然要出现的责备，一定要出现责备。调屈原文里头所要表达的，其实跟班固所说的没有多大的差异。那基本上就是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又不是只有楚国，楚国又不是整个天下，楚国待不住，你到别的地方待呗。谁要你死在这儿？二后的话，你最后的话，患者得了精神抑郁症，或者甚至精神分裂症，所以最后的话就跳自杀嘛。这个在我们现在医学原理上觉得很合理嘛，对不对？你长期受人排挤，你长期的话被人否定，遭人毁谤，同侪的压力是那般的大，你自己觉得一肚子的冤屈跟委屈。
充满了愤怒，被严重的一种被背叛感，你任何人都可能会得到忧郁症。忧郁症到后来严重的时候，就是一定出现精神分裂症的。所以他经常有时候到后来，他在酒章里头写了很多像精神分裂症里头的描写，神思恍惚。所以的话，那些王毅写的那些字眼，你们要仔细看，他完全是描述那个状况，可能你们就只想着超影，根本不能体会他里头的状况。怎么叫做彷徨于山泽之际？那就是一个人像神经病一样的，怎么没劲走了？他妈披头散发的，怎么走？就给人看起来嘛，就像一个神经病一样的失智老人一般，就这个样子。什么叫做彷徨？就这副样子。好，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当时的人很多都不以他的心态为然。调去原文，我讲过就责备他，你干嘛要把自己陷死在里头？用你看，你何必钻这牛角尖？楚国不留人，自有留爷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好，楚国你在那个地方，你就算说你不到别的地方去，很简单，你就脱离整个的政治圈子。完全的退隐起来，隐藏起来。不要继续的跟他这群所谓的我们叫做什么好像有人在网络上头发表一篇言论了以后，然后的话呢也回应的文字像潮水一般的冲来，然后的话嘛就都挡不住啊，立刻的话嘛骂你的那个声浪的话嘛上千件上百件的这样子的冲出来啊，网军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不敢说他一定呢，但是至少他们像军这样的让你的话很受不了啊，你何必要去跟他去舌战？没有必要啊，根本不理他，你把那个东西关掉不要看嘛。虚假略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其实方法是不对。贾谊已经公然表示不以为然，对，这就是最早大家都认为贾谊是最能继承屈原精神的，但事实上贾谊是第一个在我们现阶段看对于屈原的作为不以为然，觉得他太拗了，太钻牛角尖，天下之大，何处不得容身，为什么就要死在这？好，就算在楚国你也打不退。好，在这个当中我们第一个图要理解，那就是真正如果要随便的攀附这个名词，说屈原以及他的作品离骚带给内的看法心态，在整个两方就是真正与高度评价跟欣赏的只有这三个人，其他的人都是保留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保留的态度说实话并不算完全不算公正，因为他们往往都是站在自身的立场，没有考虑到屈原的特殊的状况。所以他们在论屈原或对于屈原不以为然的时候，他们其实只是借由此来维护自己明哲保身的态度罢了，懂了吧？使自己那一种明哲保身以至于保全整个家族得以合理化。
个地位高起来。当然屈原在基本上一般人不敢小觑他，原因就算是班固九品论人，就是他在有一篇作品《古今人表》，把源自上古时代传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帝王们，一直评论到楚汉相争之际，没有谈到汉朝，他敢评论汉朝到底是谁的人。在九品论人的时候，屈原是在第二品，就是除了圣人之外，就是像屈原、像孟子、像颜渊都是这样。因此，就是屈原的人品的评价，没有人敢随便的否定他，但是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仍然还是保有微词。那这种保有微词讲的，并不是真正的公正。他们对屈原的表示的不以为然的那些部分，其实都不过是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态度在辩解，或者做想夸自己自己明哲保身、世故圆滑那一部分，让它合理化。所以他讲的 justification， 他会想夸自己 justify。好，亚罗庚子就必须再下次再强调一点，那是什么？屈原的地位真正稳固，与日月可同争光，是到什么时候这才开始？宋代。因为宋代儒学再复兴，再复兴不是再复兴，复兴。这个时候屈原的态度特别高涨，就跟陶渊明也是到了宋代以后几乎就成为完全不能批评的对象，当然在唐代已经开始地位非常高，但那个地位已经到了完全不足不能动摇的地步，达到像圣人一样的境界，当时到了宋代就才开始。这与宋代的整个的文化思想上的价值观念是密切相关的。此后屈原的地位才更高。这才被提，在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通俗的一般的法语讲，直到了宋代，这才会出现这种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子的观点。好，这个是要跟各位必须交代清楚的，不能是跟着刘勰传，你必须自己要清楚。当然我知道各位也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将我自己过去阅读的或者探讨的一点小小的感受跟各位提出来，供各位做一个参考。哦，麻烦各位现在看到后头，先看注解四。注解四里头讲到的《史记》的虚假列传的虚言列传，你看到他上头讲的“国风号泽，民小雅，怨匪而不乱，六夷三分，可为天之年”，然后底下讲了这些，然后你看到他这个所谓的第三行底下，说他着沼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啊，以浮游尘埃之外。那么底下再说教人泥而泥而不思，推死之也，虽于日月争光可也。各位都知道，各位晓得这一段从哪儿来的？全部照抄淮南王列传，但他未用淮南王列传，那就代表他完全认同。所以屈原传
是一个在史记里头非常奇特的状况。对于屈原的生平几乎没有讲到什么，全部大体上都在评价。所以以至于导致后来的人，至少到现在，今天看某些人甚至会认为屈原的话，尤其西方的某些汉学家认为屈原这个人不得不存在。那当时不说白老的事情。好，现在我们再看的是班固的离骚曲。班固的离骚曲，刚刚我们已经讲到这个东西，然后你想看，你看到它的第四行里头所讲到的，而且请。君子道雄就是一个君子人，他要实行他自己心中所理想的东西。你也可以说他的人生的途径已经走到尽头了。在这样子的时候，你怎么办？他有一种，他告诉你，这是上天给你的限制，这就叫命，就是上天的命定。就是一个人一生究竟是命好还是命不好，你该究竟你是会赚钱。除了你个人的努力，要不是上帝精心准备的限制，只让你做成功，这是命。你怎么能与命来相抗？就是人怎么能与天争？所以《周易》里头才会这么说：当你如今处在一个不利的环境里头，要说潜龙勿用，你不见识，这种见要不为限。这个时候不要解释，深深地将自己埋藏起来，而且应该要表现一个心中没有闷，就我们就讲一点，心中不觉得郁闷，不觉得自己郁不得志，不得伸张自己的理想，也就是仍然保持着一个平和、开朗、正直。愉快的心情，这叫无闷。闷，好。而后说到关雎哀周道而不上，